呼呼，是你的暖流，常在眼角中，笑语中渗透。香港暖流。早晨，早上的11:11，香港电台第五台和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今日我哋有 Music Five 嘅節目時間嘅。咩叫做同步直播呢？換言之，若果你而家聽緊電台部分嘅話，可以聽到聲音；但假如你同時打開埋港台電視31嘅話，就會見到埋畫面㗎啦。咁所以有兩種嘅享受，任君你選擇嘅。喺 Music Five 嘅環節當中我哋每次都會請嚟音樂人啦，同埋歌手上嚟分享嘅。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一首歌一個故事，請嚟咗音樂人藝心同埋高輝上到嚟擔任嘉賓。兩位咧，可謂好朋友啦，因為咧已經有四首嘅作品一起合作去到做嘅。咁高輝今日帶嚟嘅作品咧就係《愛但為何》，當中咧仲分享咗一個關於佢嘅愛情故事添。而藝心咧就帶嚟咗一首作品叫做《山口百惠》啊。咁相信好多聽眾都認識山口百惠呢一位日本嘅女星，喺佢人生最高峰嘅時候選擇咗為咗家庭而隱退。藝心都帶嚟咗一個故事咧，提醒大家要珍惜時間。除此之外咧，我哋仲特別接聽咗聽眾嘅電話，請佢分享佢嘅故事，而 Fanny 咧亦都準備咗一首歌送俾佢添嘅。1872312 1872312呢個電話咧可以打電話嚟玩遊戲，因為喺我哋嘅訪問當中咧會有極速15秒嘅時間嘅，當中需要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假如喺遊戲當中勝出嘅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事不宜遲，即刻進入 Music Five 啊！Music Five 嚟到 Music Five 嘅节目时间，继续有邓添乐，有郑瑞芬，今日仲有两位嘉宾，有高辉同埋魏森，同埋我哋嘅 Jason 老师。大家有冇发觉咧？今日好有男人味啊！你好开心啦！我点都开心嘅。嗱，见到 Jason 老师，见到两位音乐人嘉宾咧，就知道我哋又有一首歌一个故事嘅时间。事不宜迟啦，因为我哋四个环节咧当中会有四首歌曲啊嘛。第一首歌曲咧系由歌手高輝帶嚟嘅，自己寫過呢首歌，冇錯，呢首歌咧其實係記錄咗我自己20歲出頭嘅時候咧拍拖嘅經歷。咦，即係上啱啱嘅啫喎，差唔多冇錯。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嘅女朋友咧就同自己咧個年齡咧都爭幾遠下嘅，幾遠先？十幾年咁樣。哇，十幾年，因為我同我太太爭7年，好多人都話已經好遠啦。十幾年有 OK 啦，其實我接受到啦。你接受到啊？我接受到，唔係冇得接受。接受到嗬？唔係嗱，除咗呢個年紀之外咧，喺經濟能力上面都有差距嘅。哦，佢大你十幾年，因為當其時我20頭啫嘛，啱啱出嚟做嘢啦，咁但係對方咧就已經做咗嘢好耐啦，咁所以佢嘅收入咧就比我多好多啦。去到啲慶祝嘅日子咧，例如情人節嗰啲咧，其實佢係會送啲好昂貴嘅禮物俾我。其實你一啲都唔介意係咪？我都有啲壓力嘅，其實係啊。但係會唔會父母比較反對多啲咧？其實我自己父母就當時唔知嘅，係啦。但係對方嘅父母咧就即係有少少想談婚論嫁，即係希望佢可以快啲結婚咁樣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個。在那個年紀來說就很大壓力了，所以最後我就會發現其實愛一個人都不需要一定要綁住他的，這樣對我來說有點自私，是吧？所以就為什麼會自私呢？那真心愛的嘛，大家年齡不是那個叫什麼隔膜來的，其實換了另一種方式，是不是？沒錯，換了另一種方式，這個回憶呢就變成我創作的一種動力了，或者是一種的靈感咯。那這首歌叫愛但為何，即是很多 question mark 的。沒錯。那心哥，你接到他這首歌的時候，你又負責編歌的嘛？是。那個 mood 怎樣拿來的呢？我很簡單的，就是我和高輝大家談好了想填一個什麼的歌詞啦。我就通過個音樂，我們去盡量去看看怎樣表達這歌啦。而這歌我都覺得，我看完份歌詞之後覺得都很感人的。咁我就嘗試點樣通過個編曲裏邊去表達一種感人嘅感覺啦，所以我就特別寫咗啲感動啲嘅弦樂，同埋我就攞咗去北京去拉呢個管弦樂，即係拉個弦樂啦。哇，好大製作喎！咁會唔會即係到而家你去再認識你嘅另一半嗰陣時候，年齡係會唔會都有少少即係
即係諗下，誒都揾翻啲近距離啲嘅，即係溝通好啲。反而依家又唔會有呢種諗法喎？點解咧？因為當時始終我覺得最現實嘅係個經濟壓力上邊。嗯。咁依家都自己揾個冇咁多錢嘅會唔會好啲？唔係就發覺唔係個，即係唔係再喺度純粹係講物質嘅嘢。係啦。咁會唔會覺得有啲可惜，定還是係即係個時機嘅問題？我覺得係個時機問題。嗯。個 timing 嘅問題。嗯，咁阿森哥對於即係拍拖咧年紀咧，對於你會唔會即係都會計較多啲？十幾年又會唔會太多咧？定係你中意揾啲細你十幾廿年？我又冇諗呢啲嘢嘅，好簡單，純粹愛情喺我嘅世界好簡單，就係中意咁簡單。中意，中意就。但係佢問喎呢個後生仔愛，但為何喎？好多問題喎，咁點樣解決咧？即係定係總之愛就得啦。即係平時傾音樂嘅啫，其實唔會傾呢啲㗎嘛。傾㗎，人係要經歷㗎嘛。其實是即係你一個音樂人，其實你嘅作品就係你嘅經歷嚟咯。咁我呢個經歷都係好事嚟嘅。咁而今次佢又嘗試將佢嘅經歷好真心咁樣真摯擺落只歌裏邊。所以我錄音嘅時候我都覺得即係有啲touching 啊感動。好入到嗰個歌嗰個意境係咪啊？一路唱嘅時候都會諗翻以前嗰個畫面嘅，其實係有冇再見翻啊？咁又冇，好耐冇見㗎啦。好耐冇見，可能對方已經結咗婚都未定，即係都唔知道佢嘅境況係點。係啦，冇錯。咁你自己咧，而家個愛情我自己依家係有穩定嘅女朋友嘅，係啦，都好好。OK OK， 所以呢個咪一個 good timing 咯。咁你就要去翻當時嗰個感受去演繹呢首歌啦。冇錯啦。啊，咁我哋都好期待。當時你廿歲出頭嘅時候，嗰個感情係點樣？係咪？係咪會送呢首歌俾我哋？會啊！會啊！會啊！愛但為何？我给不起，拼命去挣扎，赢得只是半死，欠未来不配讲欢喜，约会也输气势，自愿也太失礼，平凡人只想拒绝被看低，别继续苦等，讲再多亦有愧，手中一切怎走一世，当恋爱竟变得昂贵，爱但为何会累，爱但为何有罪，废墟不够你幸福去尽碎，人世只靠我们一对，解不开但有白堆，深海中漂泊也许被我拖累，爱但为何顾虑，越快乐越心虚，差距怎会被世间允许，恨够相爱却难相对，委曲中寄居，本应温室里美丽，怎么抵抗雨水爱下去，谁都累，彼此于一片海，同游过水，不再方向注定变改，即使同爱，爱但为何会累，爱但滴尽眼泪，那终点再发力仍没法追，无法拉近我们差距，好风景即使告吹，当追不到那记忆别再苦追，哦哦哦，爱但为何顾虑，让抱憾灭积累，美好感觉就留下些许，未怕相爱也要相隔，到以后相对，彼此都可更快乐，别说不说太多爱下去，永远于心里，终于都知道快乐必须不计结果，爱下去，放于心里。
心底里。這個版本是不是第一次這樣合作呢？一個琴，一把聲音，第一次 Acoustic 和藝森老師一起唱，對，這歌出街到現在第一次，沒錯，哎呀，好好啊，還有剛才高輝唱到真的激動到，現在忍了一些汗，沒錯，不是淚水，是汗水，好激動啊，是啊，真的唱歌要很大的體力，真的要，多謝高輝，我們 Music 5一首歌一個故事當中帶來了他的作品《愛但為何》，接著下來就由藝森老師為我們帶來另一首的作品，帶來這首作品呢，很多聽眾可能個名耳熟能詳的《山口》白慧，我認識，是我偶像來的，我都認識，聽過了，是我每一次看他的戲，我小時候看他和三浦友和，我看三次是哭足三次的，是的，我想我們很多聽眾，即是年長一點，都很認識這一位的女歌手、女演員，是很出色。山口白慧這首歌帶來的故事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這首歌是當時我寫給祖兒的，即歌本身是講山口百惠，其實佢呢個歌女歌手啦，日本女歌手啦，喺佢事業最高峰嘅時候咧，咁佢喺佢嘅演唱會就最後一隻歌之後咧，放低一支麥，Last Song For You 嗰只啊嘛，跟住就離開咗呢個樂壇。咁其實背後有一個故事係佢將佢好多人生嘅時間放咗喺佢嘅工作裏邊。其實他覺得他的人生不只是工作，都有他其他的親人、伴侶、朋友，他想用他生命其他的時間去放下去家人或者親人這些不同的人裡面，而這個歌放回在無論在祖兒自己身上或者是我們每個城市人身上，就是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擺咗好多時間喺工作，就好忽略咗我哋一啲可能身邊嘅親人啊、屋企人啊，甚至係愛人嗰樣嘢，咁都好想講出嗰樣嘢係，其實我哋都要擺翻多啲時間，除咗工作之外，咪珍惜眼前人。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太忙啦，但其實我哋嘅人生好短嘅啫，係啊，有啲嘢。即係要珍惜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係，同埋我諗咧，當年錄嘅時候 ，Joey 都應該好有感受，因為我睇報道話佢都覺得自己媽咪其實係好似山口百惠啊嘛，即係佢咁講。咁我諗當時錄嘅時候，佢會特別將自己一啲嘅情緒又放翻入呢一首歌嘅當中。但係會唔會有時覺得太過極端咧？即係因為佢當時係完全放棄自己嘅事業，定還是唔使我哋分少少出嚟就可以咁樣？我諗其實攞個平衡啦，其實係。但你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面，其實你發覺香港也是的，其實大家很多人都 put 很多 effort 在工作上，甚至你見現在很多人工作去到九點、十點都還未回家，即係要攞個平衡。你自己都係喎，兩點都未翻屋企。我唔係兩點啊，三點啊嘛。唔係，直情喺 office 度瞓啊。因為音樂人咧，大部分啊嚇，我識得嗰啲咧，都唔會早瞓，亦都唔會早收工嘅，係真係食無定時。咁你會唔會即係都喺呢個娛樂圈呢個樂壇，即係做咁耐啦，會唔會自己都有啲調節咧？定係都有啲嘢都係要陪屋企人先，都會唔會有少少要平衡翻咧？我就有近排有個朋友就幫我改咗個花名叫七十一。24點啊！開朝早七點，收夜晚11點。咁我又講真，我喺做唱片嘅日子裏邊咁多年，係真係擺咗好多時間做音樂，而我真係覺得係有的確係喺我身邊屋企人啊、朋友、親人裏邊係 miss 咗好多嘢嘅。咁所以呢隻歌都係其中一隻，我覺得都係係啦。一個提醒，提醒啦！我哋都係要多啲去，即未必係一定要急流勇退嘅，但係即喺工作或者係休息裏邊要做個平衡啦。平衡。每一年過年啲親戚都會問你㗎，幾時派利是咁㗎啦，係咪啊？關心你嘅，終身大事，你自己點啊？
係咪都要著緊啲？我暫時都仲係將我好多時間。問親佢都話：我好多女朋友㗎，咁樣係咪而家都係咁啊？依然都係冇變。唔係呢個標準答案嚟嘅，永遠都係答呢個答案嘅。但我覺得重點就係永遠都唔會遲啦。即係只要呢一刻你記翻起，你有啲事你值得珍惜嘅。花時間肯去陪伴，肯去參與，其實已經好足夠。喺呢個時候，咁我哋就聽下山下白維呢首歌，好特別嘅，好多謝森哥俾機會，我同你一齊。好好啊，你哋嘅合作，我哋下刻即係洗耳恭聽。再送俾大家呢首歌《山口白維》。曾留影中共舞，壮阔长荆激情尽吐，比不起真正拥抱。如天梯攀下赤兔，长裙随风去日舞。信这世尚有些旅途，行程平淡或更好。听说四季到镜中转眼已飘过，年华平平流逝了，怎算满足过？何妨随流云合上眼寻芳。渴望散落那方，原来可以慷慨下半生光彩，如换得了光阴给一生最爱，让野菊放肆地盛开，于一个细小精致的舞台，被幸福的灌醉，圆滑可以洗退，但气质不改，如淡妆白纸中可绘上花海，就用今让温馨抵造下半生未来，而率性是柔情和蜜意里的气概。圆滑可以洗退，但气质不改，如淡妆白纸中可绘上花海，就用今让温馨抵造下半生未来，而率性是柔情和蜜意里的气概，而率性是柔情和蜜意里的气概。Thank you.
极速十五秒，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电话号码系17231，17231。乐仔需要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游戏点玩法咧？睇睇游戏嘅规则先啦。稍后咧会有两个信封噶，信封入边各有一条问题，两位嘅听众观众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假如打和的话，双双都有努力过，就双双都有超市现金礼券；而大家都系零比零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啦，双双都系冇超市现金礼券嘅。一阵翻到嚟睇下今日有啲咩嘅问题，考下你哋啦。主动定被动？主动。三分钟热度定坚持？坚持。回到过去定看见未来？回到过去。乐龄是感的是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动地将世界各地不同的新鲜事物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起壮一壮胆，活出精彩的人生。无论是风吹雨打，定是有给我回到过去的能力，我都会选择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和大家见面。我是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在电话旁边首先有刘伯伯在这里，刘伯伯你好啊。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听清楚。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揀哪个？ A 啊。 A 右手边这个，听清楚了。是。请刘伯伯在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煮东西的调味料，煮食调味料，预备三二一。味精啊，味精、豉油、蚝油啊、盐啊、鸡粉啊，还有这个胡椒粉啊、糖啊，糖啊，同埋呢個醋啊，醋啊，同埋呢個好，夠鐘啦，多謝曬劉伯伯。哇，似乎劉伯伯平時都食得幾重口味啊，一講咧就講咗味精啊、胡椒粉啊等等。記住啊，要均衡飲食啊。老友記咧，有時候味覺會有些少退化啦。咁於是乎咧，有時候不經意咧，真係炒菜啊等等咧，會落多咗豉油同糖嘅。記住要健康飲食啊嚇，否則咧好容易會有三高等等嘅情況。跟住咧，仲有蘭姐喺電話旁邊嘅，蘭姐你好啊。喂，系你好。早晨，兰姐，听得清楚吗？早晨，系听得清楚。好，得翻 B 信封啫，听清楚问题啦。系，请兰姐喺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煮食嘅用品啊，用具啊，煮食嘅用具，预备，三二一。锅铲、锅煲、压力煲、煎厅、焗炉、煲汤煲。系。
好，夠鐘，多謝曬蘭姐。今日蘭姐咧應該係一個廚藝高手啊，因為咧佢煲都分咗好多種㗎，有煲湯嘅煲啦，有煮嘢食嘅煲啦，落仔就唔識啦，落仔咧用嚟用去都係嗰一款嘅啫。一陣翻到嚟咧就會同你公布翻今日係蘭姐勝出啦，抑或係劉伯伯勝出㗎啦。但你千祈唔好走開，因為我哋稍後仲有兩部分嘅 Music Five 節目時間，繼續咧會有一首歌一個故事。據我所知，下半部分咧仲會接聽聽眾電話，係一個非常之感人嘅故事嚟嘅。母愛真係非常之偉大。究竟呢位媽媽嘅故事係點嘅咧？而 Fanny 亦都準備咗邊首歌送俾佢咧？一陣翻嚟你就知道啦。鬆兒教練點樣同拜拜肉講再見？哎，唔使驚，我有個動作可以幫你訓練到三頭肌，同拜拜肉講拜拜。這個動作叫做彈力帶三頭肌過頭伸展。顧名思義，就是訓練我們的三頭肌，即是俗稱的拜拜肉了。我們首先預備好，揸好條橡筋，放在雙腳踩好之後，雙手手掌朝天這樣拿住，然後就可以將它舉高，舉到去頭上高。然後我們就將手腕垂低，然後再將隻手伸翻直。重複這個動作，就會發覺我們的三頭肌需要很用力，可以鍛鍊到我們的三頭肌了。好，我哋揸好条绳咧，就可以开始做呢一个三头肌嘅动作啦。依一次咧，我哋嘅揸法系手掌向天嘅，阵间咧举高喺头顶之后咧，就变咗揸实拳头举高就可以噶啦。好，而家可以开始啦，先上去举高，举直向天先，系啦，然后我哋就可以落去后面，再慢慢举起。做嘅时候咧，手单要向前嘅，系啦，举高，冇错。做嘅时候咧，个身保持企直。冇錯，三 feel feel 到我哋嘅三頭肌完全係收緊啊！好辛苦啊！同你嘅拜拜入講拜拜，做多一下就可以啦。拜拜。好，停喺度，向前慢慢放低。好 ，OK。做運動記得要跟住專業嘅教練指導啊，同埋記得要注意安全，量力而為。是你的暖流，常在眼角中，笑語中滲透。香港暖流 Music Five， 翻返嚟 Music Five 嘅節目時間。好嘢，阿樂仔真係嘅，佢真係我哋舞台嘅歌王嚟。冇咁講，哇！你唔好咁講呢啲咁嘅説話害我。揾阿森哥評一評先啦。Very good。嗱，掂啦，可以出道啦，出道啦！哇，唱完之後成壓汗啊，真係。我哋要多啲機會俾我啲主持去試下唱歌。唔係咁講，我覺得咧要俾多啲機會我哋嘅聽眾參與啲。係啊，我哋都希望可以咧有機會請啲聽眾上嚟同我哋唱歌都好嘅。嗱，唔好講咁遠住，講翻而家先。我哋聽下聽眾電話，一首歌一個故事，冇錯。聽下 Florence 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啊 ，Hello Florence 你好。你好啊 ，Florence。你好啊。你好啊。Hello Florence。係一首歌一個故事，想分享嘅係咩故事啊？我是一個全職媽媽嚟噶，咁我今日咧就係想講我嘅生命故仔，希望俾啲正能量俾香港人。好啊！係啊 ，Covid 疫情過後咧，香港啲經濟都係未起飛啦，同埋好多身邊嘅朋友都移咗民，咁所以個心咧都好似好灰咁樣。但其實咧，即係我嘅故仔咧，就係想話俾人聽，當我哋有問題，我哋正面去面對咧，其實咧一定係會見到彩虹嘅。係。我聽到 Florence 你有啲感觸啊，係唔係喺你身上發生咗一啲事，所以你好想分享呢個故事，等大家可以正面去面對呢？係啊，其實咧，即係喺十年前到啦，咁你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有電視台有剩女嘅節目嘅，係咁咧，我就中曬嘅，我係小表姐嚟嘅，因為咧，即係我係長時間工作啦，
即係都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咧，即係就係冇伴侶咯，咁樣。咁所以咧，都係為自己好擔心嘅。係啊，都用好多時間去揾錢啦，去揾食嚇。是啊，但是生命呢真的很傳奇的，比我遇到我的大學同學，那呢我們做回朋友年紀呢，他就向我表白了，那呢我們四個月就閃婚，閃到呢沒人相信那樣呢就結了婚，有很多人以為我呢都是奉子成婚的，但是誰知呢偏偏就不是這樣。因為呢剩女啦，剩女就一定年紀大啦，咁結咗婚年紀大咧，生 B B 就係困難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咧，我未結婚之前知道自己咧都係有咁嘅問題，所以又去睇婦產科啦，又食中藥啦，又針灸啦。咁樣結咗婚啊，直情醫生話啊，你都唔好等噶啦，即刻要做人工受孕。我都聽佢講。你介唔介意誒嗰陣時幾多歲啊？你想要 B B 嘅時候？過咗40歲啦。哦，都高齡噶咯噃。高齡啊，係啊，咁跟住咧，但係做咗年半嘅人工受孕，都乜嘢都發生唔到。哦，咁跟住咧，我仲要係把心一橫辭職，我咧係全心做咧生仔嘅事業，我咧再去做人工受孕，一年都生唔到。哎呀，咁咪好失望咯！當時個心情好 down， 好 down， 因為咧醫藥費都俾咗超過100萬，真係唔平，我100萬，100萬，係啊係啊，哇！這個 B B 好貴喎，超貴，但係最後咧，最後點樣啊？最後咁每一次失，其實你每一次咧，即係醫生話俾我聽唔得啊，唔得，我都喊，我都匿埋喊，係。因為真的很 down 的，即每一次都有希望，希望可以中到的嘛，嗬？係啦，但係點知真的不得，又瞓床啦，又不出街啦，即又腰骨痛啦，即係好多問題咁樣產生。咁但係咧，即係我其實心諗啊，係人都知道生命是上天俾的啦。咁所以咧，我是一個基督徒嚟，我跪低，我真的求神，你俾一個生命我。唉，真係好感恩，即係我生咗個女啦，而家7歲啦。哦，即係你係努力咗3年，先後真係先至係正式懷孕咁樣咯喎。因為你係10年前結婚係咪啊？嗯，係啊，係啊。咁而家你7歲都恭喜你喎。咁但係做媽媽咧，又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嘅一條路，係咪啊？係啊，冇啊，真係，但即係我知道其實原來生命真係唔係必然啊。真的又估不到自己一個即係事業型嘅人咧，又肯擺低自己啲高薪厚職，又肯咧俾咁多錢去做媽媽，又 covid， 又請唔到工人，跟住好多好多問題。所以咧，我覺得其實生命真係好寶貴，我真係覺得即係做媽媽真係要做好佢咯，即係希望我努力咁樣栽培呢個 B B 咧，真係帶到希望俾呢個世界。特別是香港發生很多事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 B B 真係對啲大個要真係做正經嘅事啦，真係可以幫到身邊嘅人啦，即係祝福呢個社會啦。係啊，因為咧，即係唔係望去做醫生律師啊，但係你睇到咧，即係其實香港咧有好多真係出類拔萃嘅人啊，譬如何詩蓓啊、花劍個朗朗啊，即係其實咧，我哋真係可以去到世界級噶，但是我們真的不要看低自己，不要經常即是跟其他國家比。我的朋友去了移民呢，才告訴我，原來香港的教育是非常高質素，他們移了民都找不到那麼高質素的補習啦，的學習的途徑啦，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有潛質，真的呢未來是仍然是光明。我們呢即是母愛，我覺得真的其實是要指導他們有一個正面的社會，真的叫他們呢很努力地帶正能量、生命力和一些新的知識給未來。是的，我也都聽過很多專家說，其實最好的老師就是母親，其實係一路身邊去教育、去陪伴佢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啊，希望咧，你都冇俾咁大壓力你自己啊嚇。即係小朋友都有佢自己嘅路去行嘅，最緊要係開心、快樂、成長、健康嚇。係，多謝曬，多謝曬 Florence。咁係啊，多謝。喺呢個時候咧，我知道 Fanny 咧亦都準備咗一首歌，係送俾 Florence 一個非常之有愛同埋正面嘅故事。咁希望大家都受到感動。係啊，因為每一位母親嘅愛咧都係好偉大、好無私嘅，就係愛是不保留，送俾各位。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
再一次多謝我哋嘅聽眾 Florence 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咁動聽嘅故事，亦都多謝 Fanny 為我哋唱出《愛是不保留》。希望你對我嘅愛都係不保留啊！不保留嘅 Jason 老師嘅愛都係不保留嘅，係要多謝埋 Jason 老師幫我哋唱首歌。森哥同埋高輝，佢哋對於佢哋嘅分享都係唔保留嘅，係有個故事同我哋分享嘅。高輝，冇錯啦。咁就我自己咧養過兩隻貓貓嘅，咁啊。他們都是在12歲的時候就走了的，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說這兩隻貓呢，其實在他們老的時候，即是病的時候那段時間，其實就我們沒什麼拍合照，是沒什麼拍合照，但是因為都出出入入醫院很多次，是吧，去到最後呢，突然之間有個禮拜啦，咁就我諗好耐冇同我只貓貓咪咪影相咯喎，咁樣。咁突然之間醒起就攞部電話影張合照啦，咁樣。跟住好神奇嘅就係、是、我影完呢張合照之後咧，跟住去到下一個禮拜佢就走咗啦、哎，即係好似係特登係等冥冥中係啦、好似冥中注定咁。咁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呢兩隻貓咧對我嚟講好緊要嘅。養咗幾多年啊？12年。係、啊。即係喺我自己平時練樂器啊、寫歌啊，喺屋企嘅時候，佢哋都陪伴住我㗎。係家人咁㗎。係家人咁樣嘅，甚至乎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嗰只女仔貓啦、我當咗佢係自己女朋友咁樣嘅。喺你最孤單嘅時候，佢就一定係對你不捨不棄㗎。係啊，所以我覺得寵物就係咁㗎。我覺得有時就係話如果你好想表達你嘅愛，或者你好想做啲嘢咧，就愛要及時咯。即係要唔好去到就好似嚟唔切嘅時候先嚟補救，
得翻最後一個禮拜，其實都係好唔捨得噶。咁應該佢哋最肥肥白白嗰時，得意嗰時，我都有冇影好多相啊？都有嘅，都有嘅。去到佢哋好病嘅時候咧，嗰段時間就冇影啦。因為都擔心佢嘅健康，都希望可以多啲時間去護理佢哋咁樣。有冇將嗰張相曬翻出嚟？即係咁珍貴。放在你的工作台上面，我有的，我有將他們兩個將照片曬出來，放在社交媒體，這樣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但為什麼是兩個一起病啊？是因為他們是差不多年紀的，一起養的，一起養大，一起病一起走添啊？差不多是，我想是前後半年到。哎呀，那你真的很傷心，因為我都聽很多養寵物的朋友，即他們的寵物離世，即是直接好像塊骨骨一樣，即是沒有了塊肉啊。其實真的，我想如果養開動物的朋友都應該會即有這個體會，因為其實你可能不回到家，它已經就會黏著你了嘛。是啊，還有又不會駁嘴呢？有時都會惡的。你又想起你的女兒嘛？是啊。其實我們今天的故事呢都是很提醒我們要珍惜啦，要多些陪伴我們的親人啦。大家都是的，沒有人忙的，香港地又特別即你們即有做音樂啦，都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啦。因為我們以為即今天還是可以很強壯，還可以寫歌，還可以唱歌，但如果不是好好去照顧自己呢，真的其實病不知道幾時嚟嘅，我哋真的要好好去養生啊！阿森哥，不要再 set 分業，唔講得嗰個鋪頭名嘅係咪？係唔係咁？佢係佢嘅工作時間啫，朝七十一得咁樣，即係改做十點收六點唔得啦，森哥。你可唔可以早啲起身做？我好早起身嘅喎，我十點幾起身嘅。十點幾咁，但係做到第二朝十點啊？我通常我翻屋企啊五點零啦。係，我真係想八卦下啫，即係當你最想揾人傾偈。他有隻貓貓啦，咁你咧又話冇女朋友好多啦，咁你有啲咩嘢俾你傾訴嘅對象？所以我咪寫作咯，所以我記住，所以我將我所有嘅感受都係擺曬喺我作品度咯，所有樂迷咯，每一個有聽嘅其實就互動緊噶啦嘛，同埋音樂就係你最親嘅人啦，係咪？就係陪著你一起去行你嘅成長嘅道路，係咪啊？咁啊，跟住呢首歌咧，我真係希望我哋每一位都一起去唱呢首歌，好唔好啊？我哋交俾高輝，好陪着你走。誰說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愛。誰說永不會長壽，陪著你一生到白頭，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陪著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片段，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请你伴我同路。
謝你走，再一次多謝曬高輝同埋魏森老師，森哥 ，Jason 老師陪住我哋一齊彈，我哋聽咗少少森哥唱歌，下次嚟唱多少少咯喎，好應承我哋，多謝曬，下次再見 ，Thank you， 拜拜。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